地勤人员引导下准备起飞。这是美军 NC-130J 特种作战运输机，在共机频繁绕台航训之际，被国外网站披露现身台湾海峡。根据国外网站的资讯，美军 NC-130J 从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起飞，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上空。国防部证实消息，加码表示，同一天有两架美军 B-52 轰炸机沿着我国东部空域由北向南飞行，国防部全程严密监控，期间没有异常状况。美国的军机跟军舰都会持续的进巡常态性的巡逻，这是他们一部分。那只是说因应中国这两次的绕台行动，所以他特别加强的飞机的加持来过来台湾，算是对台湾一个帮忙，这是外交上的援助。两款美国军机分别在我国东西空域飞行，学者苏子云认为这个态势相当罕见，美军展示空中快速反应兵力，明显想借此对大陆做战略平衡。美国军方他们是有算过的，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他其实每一次的出航都有经过算计，不管是油料啦，然后在哪个转弯点转弯，美国空军他们都有算过，所以其实这是他们在强化印太战略底下的轰炸机持续进驻行动的一部分。就在武汉肺炎疫情蔓延时，共军大秀军事肌肉，美军强势回击，在两岸空域掀起一场政治角力。东森新闻范继文、周世平台北报道。